两位俄罗斯的美女都是第一次吃麻辣火锅，这个牛肚吃起来脆脆的。来，八、三。那个牛位置呢？疯了！好啦。涛哥，今天看起来怎么那么开心？刚从春娜回来啊，在春娜的时候认识两个新的朋友，然后打电话来了。哎 ，Hello， 找到了吗？我进去找你好了。欢迎收看《超派人生》很好啊，很棒，我们两个很棒。我们是在垦丁认识的，他们想要跟我的车拍照，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成为了朋友。他们是住在台北，所以我们回台北以后，我们就约了今天要带俄罗斯小妹妹吃台湾道地的东西——麻辣锅，麻辣四十五，没吃过吧？没有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去试试看。她叫做阿丽娜，她叫做阿丽亚，你21岁。22岁，竞争好。可是你们都就是看起来很年轻。我是本来就很年轻。говорю про то, что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от Тайваня。我觉得讲日文蛮好听的，还是你的声音好。有些台湾人说日文听起来很凶，因为我们有那个日弹舌。对。那打分应该蛮厉害的。就自然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帮你，你总是要还我一次吧。那сейчас пошли мы тут устроим。今天要绅士一点。啊，真的吗？人家是战斗民族。啊，真的哈、哦。等一下，如果火锅不好吃，你就把我头按下去打。如果你给我吃臭豆腐，那我才可以打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带我们两位俄罗斯的美女来到麻辣四十五，她的麻辣火锅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两位美女都是第一次吃麻辣火锅，你没吃过吧？没有。你有吃过吗？还有没有吃？那等一下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哦。算是比较重庆式的麻辣火锅，这个的话就是要油碟。为什么要沾的油碟？比较不会那么的辣，然后再的话它就是比较保护肠胃。这个跟喝牛奶一样的。耶、yeah, ，我用的是很好的酒鬼麻油、嗯，所以它是很清爽的，不会很油。谢谢。我仅代表台湾的男生欢迎他们。各位看一下，满满的干贝。刚很好吃，好喝吗？嗯，但是有别人的看起来很危险，不会危险，相信我。你看起来最危险，我仅代表台湾的男生欢迎他们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要尊重女生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啊！俄罗斯吃不吃火锅？我们没有火锅。俄罗斯平常吃什么？我们有水饺，我们的水饺会吃甜的，水果的水饺。水果的水饺。我们还有粥，很多粥。但是都是甜的，加巧克力。粥加巧克力。这叫重庆的炸酥肉，就是猪肉条下去炸的。它有两种吃法，一种就是我们先吃，然后等等我们再把它丢到里面去沾辣汤，煮过以后再吃。啊，我们又爆了，不太会有筷子。很好吃。好吃好。这个是牛肚，嗯、然后它烫起来的口感吃起来脆脆的。啊不对，是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三，哇，好脆哦！这个有位置呢，疯了！好辣，喝啤酒。哦，还有点辣，但是后面的感觉很舒服。这个是牛舌，牛的舌头，吃起来口感也很好。你看这牛舌烫起来，粉红色的。这个
Dragaceni。我怎么觉得跟你们在一起，我的主持风格变得淫荡？是你的本性露出来。我也喜欢。对。That like a bubble gum。啊？像什么？你怎么在骂我啊？巴布干。口香糖，香糖哦。你以为我骂你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你怎么可能骂我？骂我你怎么走出这里啊？这是台北的。这是澳洲和牛，你们有什么牛肉料理吗？咖喱的。啊，咖喱啊。咖喱的。这个是。你又骂我。咖喱的就是用牛肉，然后加面包。加面包。然后可以加面粉。面粉。盐也可以加一些蛋，这是好的牛肉，好的牛肉，这个我超喜欢。阿琳娜她是来这边读艺术的，她是专门画画，她的画很棒哦。台北市立大学，大家可以关注她一下。吃火锅必吃莲藕，吃麻辣锅有莲藕才好吃，它煮辣的味道很棒。这个是水里面的一个花，是不是？池塘里面它长得像一根肉棒。你有没有当牛肉干？不要再做。动作怎么那么奇怪？他说它是水里面的一种花，我说不是，它是长在池子里面的一根肉棒。他笑我不懂肉棒，我自己就有的东西我怎么会不懂？三角哦，对哦，战斗民族。辣汤的精华吸进去。龙虾给尊贵的客人吃，好朋友，高档的食材，大只的龙虾变成这样，来先吃吧，趁热。开始会做效果了，这蛮厉害的。没有在做效果，没有在做效果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都是重庆麻辣锅的话，它里面还有一些中药底，辣椒我就有一些新一代辣椒、魔鬼椒、大红桃椒、灯笼椒那些的都有，里面还有一些酒酿。你们敢吃猪脑吗？猪。脑袋，这不就是什么鸡呀？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猪脑。我个人去吃麻辣火锅，很喜欢吃的。人家说人头猪脑，人头猪脑，它软绵绵的，它没有味道的。经过麻辣的汤底去熬煮以后，它没有腥味，是人间美味。耶！啊，是不是 ？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. You know how much.我可以吃一点点。真的吗？好，我们俄罗斯的可爱的两位小姑娘呢，其实他们是不敢吃这个东西的，但是我说服了他们。开动，来，很好吃的，相信我。啊，我很想相信你。对，没有味道啊。很像豆腐啊。好舒服。我以为我会受不了，它有很强的麻辣的味道，可以啊，很像豆腐。其实它有麻辣汤的那个花椒的香，然后它有点辣辣的，然后香香的味道。他们一块接一块，对啊，一块接一块，不敢吃。今天你们觉得带你们来吃的这间店好吃吗？我觉得很好吃，特别本来我他也觉得很好吃。最喜欢哪一道菜？对我来说，肉是基本的，我真的喜欢吃牛肉，刚刚那个牛肉，然后就是那个龙虾，龙虾，对啊，他也很感觉很舒服，很爽。他也很喜欢龙虾。你们还想再尝试其他的麻辣锅名店吗？我想可以一起，可以就是比较这一些吗？比较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投资你们，你们回去那个俄罗斯开麻辣火锅店，好不好？我们会变成麻辣火锅大亨哦，就靠你们两个去帮我开，好不好？我投资你们。在俄罗斯，在俄罗斯。喜欢的我们的话，请你们鼓励我们，给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你们多多分享。